条视频教会大家分清我家这几只傻狗。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呢，我提前画了几张道具。下面我就用理论结合实践，由浅入深的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呢，刘光明他是最好认的，有一只眼睛不好使，其次他的鼻子是粉色的。这个呢是苏大强，他的两个耳朵非常大，隔得也比较远，像猪似的。还有呢就是他这个脸呢格外的圆。这个是孟特娇，他长得吧就比别人大，脸呢也比别人长，这两个耳朵呢离得也比别人近。这个呢是洪七母，他呢就就是比别人磕碜。好了，理论知识学完了，下面我们来实践一下。这个一个眼睛不好使，鼻子是粉的，这个是谁？哎，对了，他是刘光明。这个就是长得比别人磕碜那个，他是谁？哎，对了，你这吓我一跳，这是洪七母。这两个呢就是普遍大家认不出来的两个。我给大家摁一下暂停，大家把答案打在评论区。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听没听明白呀，但上面这些讲解是我呕心沥血想了半个多月才想出他们的分别来。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，别说是我了，就连诸葛不差都能一眼就分清他们谁是谁。不差，你看看这个是谁？孟特娇、洪七母、苏大强、刘光明。